那目前他们是已经完成那个通过环保局的环评了哈，已经完成，所以基本要件、可行性评估、环评，还有甚至到细设机制都已经完成了。那现在只差临门一脚，就是经费的问题啊。当我们还没有开通这个 A 三标这个涵洞的时候，这条路已经坏掉了。那旁边的部分，土地已经征收了。我们至少我们要先把这一个已经完成的这一个一段，去让它做衔接到现有的涵洞，让它去通。从这边开始，两线道一直延伸到一公里多的时候，从上面一公里多以前之前，从四线道一直开始缩减到这边，让我们的部分去通，让我们这三亿多的断头路，让它简单可以先行开通。这只要花个300-400万，就可以先做一个两三百万，就可以先做一个开通一个动作。